姐，你看，他就是我女朋友。他就他那样的？哎，不是的，他。哎呀，不是什么他什么他，就他那样的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了。堵车了？是不是公交车司机不给力啊？不是啊，我是开车来的。哎呦，现在随便有个车轱辘也叫车了？姐，姐什么姐？你要是想嫁给我弟弟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彩礼30万，五金啊10万，改口费3万，过门费2万，上车费6666，下车费啊8888。还有啊，我可是我弟唯一的亲姐，押车费6万，再给我买一块百达翡丽的手表，这不难为你吧？姐，我这大概算了一下，都要300多万了呀。怎么给不起啊？给不起就不要缠着我弟弟了，走。等一下，别死缠烂打的，哪天我想吃。老板娘，老板娘，原来您在这里呀、啊！我们上一款裤子爆单了，卖了2个亿，已经打到您卡里了，您注意查收一下。还有，我们工厂又新打版一条裤子，这个魔术裤需要您去试一下，顺便呀定一下价格。好，我去试试。老板娘，您换好了，这次这个版您还满意吗？这次版打可是不错的，这裤子呀高的，把我大肚子全部都藏起来了，弹力又大又不会锦衣微勒的，而且这种小脚裤的版型任何人都可以穿，百搭又百配呢。是呀，这样穿您享受20件不止呢。但这个裤子这么好，我们准备怎么定价呀？那这样吧，常规款就定价59.9元，加绒款定价79.9元吧。那好，我现在去办。弟妹，原来咱们家这么有钱啊，刚刚都是误会误会误会。我不觉得是误会，婚姻不是交易，彩礼也不是问题，不要用你的格局来衡量我的世界。亲爱的，我们走吧。